飞碟说，知识从未如此性感。飞碟一分钟，每周一至周五更新。眼睑下的脂肪粒不仅比痘痘难消除，还让人看上去很憔悴。作为集万千宠爱于身的女神，就让我教教你们怎么去除脂肪粒吧。偶尔冒出的脂肪粒，可以先用热毛巾敷三分钟，再涂点软化角质的按摩膏，打圈按摩后，用按疮针轻挑挤压出脂肪粒就好咯。挤掉后，记得用棉签蘸点酒精对伤口消毒，再涂点清爽型的眼霜，防止再次生长。如果是痤疮粉刺消除后留下的少量脂肪粒，只要每天晚上洗完脸，在脂肪粒上涂一些芦荟胶或维生素 E 油，都可以让脂肪粒变干，大约两周的时间它就会自己脱落咯。由于内分泌失调出现的脂肪粒，除了调整生活作息之外，睡前可以在长脂肪粒的地方涂一点酸奶，15分钟后再把脸洗干净，每周涂3次，1个月左右脂肪粒就不见咯。想要不长脂肪粒，重点还是在于平时的保养咯。除了每天多吃蔬菜多喝水外，还可以做眼保健操，促进眼部周围肌肤的血液循环。容易长脂肪粒的妹子，眼霜一定要选清爽型的哦，才不容易堵塞毛孔。扫码关注飞碟说微博微信，学习技能变更美。